在。有一个就是在楼梯下面的是中世纪艺术，但是其实要看的话，大都会你要到它的分馆，是在哈德逊河的，就是它的西北边，你要去看，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它修成洛克菲勒的第三代，修了一个修道院一样，但是那个不是老建筑，是现在修的，它叫 Cloister 啊。我们按照英文翻译是 cloisters， 但是呢，他们我听到他们管人是 cloises， 那个 T 不发音，那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古中世纪的宗教艺术，这边也有啊，我觉得给大家看，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它精致到说这个是。小孩耶稣呢指着圣经的那一行就说将来会有救世主出来来拯救世界。这个呢我刚刚的照片也有，这个故意要放这个，就是告诉中世纪呢会有这个栅栏，是把贵族跟平民的这个东西做礼拜的地方给分开。中世纪的时候它的这个雕像都非常死，只准讲基督教的事情啊，不能弄别的。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圣彼得的第一任宗教，第一任教皇。那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台湾为什么翻译叫圣伯多禄，不叫彼得，叫伯多禄，这是因为意大利文的彼得就是伯多禄啊。其实我们要统一的话就是圣彼得，就是统一，这是第一任的教皇。第一任教皇所以我们在纽约的话，不在梵蒂冈的话，他那个大教堂叫什么？叫圣彼得大教堂啊，是这个原因。还有圣彼得应该都要拿一个钥匙，他这个钥匙弄丢了，就是14世纪的作品。这个呢是叫做圣丹尼。圣丹尼是公元250年，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被罗马承认，所以呢他在巴黎的时候人家说你宣传邪教要把他头砍了。他在蒙马特高地的地方被砍了，砍了以后呢他拿着那个头走了几公里到河边把他洗干净了他才死掉。所以这是法国的一个神迹，所以叫做圣丹尼。所以你要看到法国去，常常会看到雕像上是豹的头，甚至你到魁北克的教堂，你也会看到，能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蒙马特呢是一个当初艺术家的这个。蒙巴的地方，比方说像毕卡索说是在那边要画，才从那边画起。但是现在去的就好像纽约洛克菲勒一样，满街的都是给你画塑像、塑成像的。但是蒙马特那边有一个叫做圣丹尼教堂，大家胆子大或者不在乎话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呢？那里面放的都是这个。法国历代的国王或者是他的领导者他的这个棺木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外国的就是一个棺材上面给他雕像，雕的他跟真人一样栩栩如生的，你可以到了圣丹尼教堂去看一下。这个是哪里呢？这就是最近烧的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真的没烧，还在。巴黎圣母院有很多人觉得没感觉，就叫烧了。其实我们说像跟北京故宫像罗浮宫，圣母院呢就像我们的天坛。好，但是呢，还有一个这个雨果写的小说叫做《巴黎圣母院》。
圣母院。那他改了吗？还是没有改。对，你要看着东方出版社的《钟楼怪人》，就是我们翻译的《钟楼怪人》，就是讲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讲了这个里面，它是建筑、宗教跟艺术都是很重要的描写，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翻翻这本书。雨果还写了一个，也是看了会让你有失眠的人一定要去看，因为外国的小说就是很多是思想方面，还有一本小说叫《悲惨世界》，没事吧？因为台湾翻译成叫做《无心泪》，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那个音乐剧大家看的是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就是《无心泪》。好，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呢？这里也有圣诞礼，它在这里。好，这边进去，这是中间的门。这边我们从这边进去，这是出口。当然了，我故意给大家看不清楚，当然要大家看清楚，知道吗？啊，就是圣诞礼，所以它无处不在啊。好，这中。看还有什么？好，我要说争取到五点停止哈。我刚刚说了，它这里面的每一个博物馆，罗浮宫、大英都有素描跟版画，但是由于这纸很对光很敏感，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暗暗的。这个是达芬奇他的手稿。达芬奇的手稿写工程的、写数学的很多，真正的画很少。他的这是他的草稿，1/4的侧面像。既然有了这个，我来介绍一下他这幅画最后这个画成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在罗浮宫，就在蒙娜丽莎的旁边，或者有的时候他们会画这里。或者它的对面，或者那个小屋子的外面，这个是他画成的画。圣母子跟圣安娜，知道圣安娜是谁吗？对，天天去买圣安娜蛋糕，这就答对了。圣安娜。教里面的天主教说，她就是玛利亚的妈妈。好，所以这幅画的厉害在于，他把四样东西从娘到老祖母，用眼光整个把它缠在一起。他大概是20多岁，他大概40多岁。20多岁，他的妈妈还依偎在他的妈妈身上，啊，然后呢，就靠这个眼光，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的拉力，四个拉在一起，所以这幅画就是大师画就画成这个样子。第二个，来看，这个是一个女先知利比亚。这就变成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手稿，在画1511年，他你看，他不但画了这个，还画了这个手要怎么放，这个手要怎么放，他的脚要怎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所写的，在西斯廷圣马，西斯廷下面。好，我们看到在这里。好，没关系，我们再来放一下，到底在整部这个圣堂在哪里啊？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我们看到，一下忘记了，痛苦于什么？这他的一个自传，或者还有 Charles Chisholm 演了他那个电影，可以看到他画这幅画是很痛苦。然后他这个湿地画必须他说画好，然后他徒弟呢把他
然后呢，必须在上面，然后用竹签把那个东西给弄出来，然后土地的要把那个湿的墙壁泥给抹上去，不能多抹，不能少抹，抹了多少今天就耗完。他常常又耗完以后，颜料掉了眼睛里。他这个过了一年多，他这个颜料都没掉，就像瞎子一样。然后呢，也当然你会说，啊，这个，我看不懂，所以你去了也是这样一看，这样的，并不是说我这不好，你去了更晕。啊，可以看的话呢，就是说，有人把这一块一块都弄出来，啊，然后大家就是蒋勋的破解米开朗基罗，他一开打开就是这样，解释的非常清楚，让你告诉你知道说哪一格他在做了些什么东西，啊，大家要看画学画的话，蒋勋有六本，破解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梵谷或者梵高，他在大陆叫梵高。然后蒙内，然后豆家，大陆叫格家，还有高更，大家值得去看一下。是功勋的勋，就是台湾的大的教育家，艺术教育家。对，刚刚大家谈到，我们到了欧洲或者到了美国，有各个人他的一个教堂，其实是这五个。我们在好像是 Maple 跟这个 Maple 跟那个 College 地方有个 Abbey 啊，那就是修道院啊。第一个呢 ，Basilica 呢是有神迹的，有圣徒的 ；Cathedral 呢是有主教，这是修道院，比较稍微低一点。Church 呢是有这个有神父的。啊，并不是地区主教，只是一个神父，这个是没有神父，啊，就谁都可以去做，就是基督新教跟基督旧教跟主教都有差别。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也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刚刚 Sixteen 那个话是在一个他们级别是最低的，不过呢，那个地方就是选教皇的地方，啊，所以你去看的那个。丹布朗的这个电影的话，就可以看到天使与魔鬼，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好，这个是丢勒画的一个异域。我们说异域是因为它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呢，四不像。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法文都跟地狱这个字差一点点，但是我们故意，我们只好叫它地狱。他写了一个天使的翅膀，他觉得他把天下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他有刨木的工具，有圆规啊，有镂刻啊，还有天平，但是那个狗是无精打采的，这个小天使也没精神。这是他很有名的一个版画，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好玩的地方呢，我要讲的是这一块吧，这块就是丢勒魔方 Magic， 我把它放大。这个魔方大家算算看，横的、竖的、斜的。四个角，四个中心，通通是34。目前呢，这个东西可以解到13×13，169个。而且大家看到呢，这些数字没有重复的，都是1到16。好，这是唯一的解，除非你转对称那没有办法，但是那是可以，但是这是唯一的解。这是他解出来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丢勒是德国人，他在纽伦堡，你可以看到纽伦堡他的故居，德国人就是这样，艺术跟科学什么都分不开的，是一个数学家，很较劲，很注意细节，而且很好玩的，他把1514啊放在这里，
这里的，看到没有？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有人从印度啊运了一个犀牛来到西班牙，他没有看过犀牛，人家从西班牙看了以后给他转述，也有人说是画了一个东西，所以他凭别人的资料画出来这样的一个犀牛。严格说来不对，可是正好两年前呢，我到佛罗里达，这完全是巧合啊，我画了我的一个犀牛。像吗？这艺术家还是很厉害。好，我们讲这个画。画我只讲了两张，因为就是我上去了以后，进去左边一下子看到这幅画，我没有给注解。这个是叫做丢勒。这是1500几年，这是威尼斯画派很重要的，不是就提香，威尼斯画派很重要的一个大师。他的厉害呢，而且是那个时候他描出红色的。这幅画呢，讲的是维纳斯，这边有个丘比特，这边是阿基多斯 ，Achilles。维纳斯呢，大家注意，在美国没有人名字叫女孩子叫维纳斯。因为在希腊神话里，他是一个坏人，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人叫达西一样啊。他把这个小伙子给骗了，骗到手。这个小伙子还打猎。这个时候，维纳斯原来的老情人吃醋，就在外面当成一个装成一个野猪在叫，引着这个阿菲多斯呢出去杀。结果呢，当然维纳斯是拜个神仙的，他知道我不要，是依依不舍的让他别走。可是这幅画的阐述呢，是说他好像很不屑，你少来了，少给我来这一套。而且呢，丘比特是他的儿子，丘比特呢也昏昏欲睡，说你走吧。这幅画呢，不是我们的光是这样演绎，就是莎士比亚有这个剧，维纳斯的阿基多斯，他就是这样演绎。可是在100，我走出来，从右边要出来的时候，哎，又看到这一画，是同一个主题，画的人呢比他都晚100年，这叫鲁本斯。鲁本斯，大家我们初学画的人看就是开玩笑说。您只要看到胖胖的女人大屁股的，就是鲁本斯画的。但是大家看啊，虽然我们说他的画胖女人，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那种恶心油腻的，都还是很漂亮。他在这幅画他有不同的阐述，他还看的是依依不舍。丘比特也是觉得说缘断情未了，别走。所以不同的大师有对一个原来的希腊神话没有说到底是这个男的有阿菲多斯有没有发现被骗失身啊想走，这个完全是画家他们去阐述的。我真的要往下跳，所以大家看到几个没我也不讲了哈。这是窦家德家。这个讲完我就不啰嗦。这个美杜莎她的头发中是蛇，传说里面呢，看到被她看到的人就会僵化变成石头。啊，你看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雕刻的多顺，啊，不失真不夸张，有这么一个头。我要讲这个呢，是也是引导大家，不要只打架，不看书的话，要看电影、看连续剧。
看知识性的连续剧。看，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东西。这是24小时，8小时睡觉。我们老年人恐怕8小时不需要，还是16小时。2小时吃饭，2小时看新闻，2小时去跳人体舞，还剩10小时，过去10小时都发呆，学一点东西吧。OK， sorry， 这个叫做水宫，地下水宫在哪里呢？在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大皇宫跟他的索菲亚教堂之间有一个这个水宫。这个电影呢，1965年的时候，史安·康纳莱的《007》里有过。2002年的时候，成龙的《间谍迷城》，相信你们都没看过啊，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不过他们那个时候，在1985年的时候，虽然康纳莱没有造出来，1985年的时候在清理下面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柱子下面是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美杜莎的头啊。那你要看呢，丹布朗的2年前的小说《地狱》在拍成电影，叫做《但丁密码》，我不知道台湾怎么翻啊。这个就有详细的，就可以照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好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像，然后大家都知道说你有这个知识的话，那无处都是好玩的东西。同时呢，搞不好在场的人家里就有他的像，就有这个头，只是不知道。对，看吧。好吧，这个可萨里的头，哎呦，这个是一个大理石像，我们到这边去看这些大理石啊，需要多角度去看。大家能看到，它不但是这个树、水果画的乱刻的那么仔细，但是你看它的脚在那边踢的张力，还有它把小孩子举起来，那是个大石头啊，你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它的一个重量啊。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东西，它的名字叫贝尼尼。我们到了梵蒂冈，我们看到这个贝尼这个梵蒂冈做的这个顶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我们到了罗马会看到万圣庙、万圣殿，它有一个大的穹顶、中空的，那个是因为罗马附近正好出混凝土，所以造起来的。后来人就会了。然后到了公元500多年，我刚讲的索菲亚教堂，他用工程的方法把它做起来，做起来了一个穹顶。做完了以后，大家又不会了。到了佛罗伦萨，那个时候他们兴起了，有钱了，盖个大教堂，圣百花大教堂，但是那个顶弄不起来。这时候呢，美第奇家庭就说，美第奇的老爷爷就说，一定要出钱去做。就说有一个建筑师叫本鲁里斯基斯基，他据说是在废墟里面找到一张图纸，所以圣百花大教堂的这个穹顶做出来。然后梵蒂冈这个时候要做大教圣彼得大教堂，所以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设计了这个，可是他没看到这个建成，这是100多年之后这个教堂才弄好。同时呢，在弄好以后呢，这个广场要怎么做，这那个时候的教堂呢，就
那时候的教皇呢，就找了刚刚这个费尼尼来设计的这个广场。这个广场呢，他要求说要把这个方天碑要留下来，还有两个喷泉，所以费尼尼花了很多时间，就造成了这个长廊跟掩盖拥抱的这个广场，使大家舒服。一共呢有284个柱子，啊，上面呢都是圣徒，这个圣徒有140个。好，大家要注意的话呢，我讲这边有个方尖碑，大家看到方尖碑以后呢，也许觉得说看多了，连华盛顿都有个方尖碑，其实真正是用一块花岗岩做出来的，全世界现在只剩下29个。而且据说呢，上面那个顶要跟这个对齐，这个工程是比做一个金字塔简单，对吧？具体上，比方说大家上次到巴黎的协和广场，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旁边有详细讲说它怎么从埃及运过来的。啊，协和广场大家注意地下还有一块砖，写虽然是法文，在这里可以猜得出来是玛丽皇后在这里被砍倒。好，这些细节大家肯定都看，大家可以看到说，哎，一个基督教天主教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个方尖碑呢？啊，这个是牵扯到历史上一些原因，但是也告诉大家，这个当初这个宗教之间并不是那么这样的仇恨，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好，我说有29个，就是站在这些雕像的那个厅，你往窗外看，大都会博物馆放在中央公园里也有一个，这叫 Cleopatra 针 needle， 就是埃及的手指针，它有两个，另外一个在伦敦。啊，所以不只是看里面，大家也可以看看外面，这一个上面也是不是简单的雕刻啊。有很多的叙述性东西。这个老爷爷呢，他是被指啊，是比萨的叛徒，所以呢被关在那里。这个要描写的呢，是他儿子孙子在那里，他正是年轻力壮，不身强体壮。他在饿死之前，他是不是要吃他儿子跟孙子？他在最痛苦的一个挣扎。他这是饿死，并不是长期饥饿而死，所以他身体还是很壮。大家你看到这个细节，就是真的完全跟真人一样，就脚在那些地方啊，这是也是大家要去走一遍的。这些都很好，我要舍不得的话都讲下去。所以加莱士，我刚刚讲的加莱士在这里。跟伦敦跟英国是最近的。在1350年的时候呢，加莱士被英国的大军给围起来。这时候呢，英法百年战争，所以爱德华三世围的那个城，他说可以放，但是你们要把六位最有声望的人拿的试药过来。我就放你前程，所以他们就找了这六个人出来，最后是牺牲了。大家可以看到拿着试药，然后在1895年的时候，加莱市长找了罗丹来做了这个像来纪念他。这个像比人高一点点，而且手比人大一点点，但是而且罗丹特别说了要放在一个差不多30厘米的一个台子上。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赴死的人有无奈，有无所谓啊，有愤愤不平，这样去阐述这个东西。这个加莱士你大家想的背后的故事就可以知道，很多地方看得到啊。我在布鲁克林的博物馆也看到，但是我觉得不好，他把它拆了。然后大家到华盛顿 DC 他的这个 Art Gallery 的 Art Gallery 有东厢房、西厢房，其实它还有第三部分，就室外的雕塑花园，它也有这个东西。好，所以大家下次去了可以看看。好。
我想我今天就说这样，耽误大家时间，谢谢。